来跟我们的媒体大哥跟我们的观众，没有啦，我们这个直播就是有这个效果啊。大家有没有看过的记者？大家有没有看过？这是虚新闻吗？这一支我一再想说是不是中指？大家好。没有后天，我后天要打，我后天，所以后天有空啊。你两天好，你又要打球，不会，我七月都有比赛哦。我后天会好。中职篮球比赛，对我们自己控制，的确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安排。当然，我自己安排。对啊，不让你打。我你根本就没有在管我私底下的行程。我私底下你都没有出现，我一收工你就回家了。那你现在这样一直，我那天还好心问他说，你那个他不是没地方住，就是他自己冷气坏掉，那你不会买电风扇？我有电风扇，我去别。很热，不是很热。我想象好的。